公子平时喝水吗？家里可有水喝？哦，当然有，等着。哎，哎，没喝完呢。 那公子家中可有什么吃食啊？我饿了。你要吃什么？公子既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，家中应该有一两条鱼吧？我想吃鱼，随便给我烤两条鱼就好。汤如何？今日正好味觉、嗅觉都在。 鱼衣公子，有劳了。今天啊，还有煎鱼。煎鱼？我现在四肢动不了。你就不怕鱼刺卡死我吗？姑娘平日里是用眼睛挑鱼刺的吗？你可以吐出来啊。哎呀，不过啊，我这个人挺乐于助人的。 尝尝。你的厨艺果然天下一绝。 再给我一口。啊，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与姑娘萍水相逢，这段日子姑娘接受我的伺候，会不会接受的过于坦然了？这使唤我使唤的，十分的得心应手啊。